顾医生，顾医生，你的保温杯里到底是啥啊？怎么天天都带着？没什么，就是喝的而已。这是什么？顾医生，顾医生，怎么了？看什么书呢？这么入迷？全英文的书也能读得这么入迷，不愧是学霸。上学的时候，大家不都是这么读的吗？顾医生，您大学毕业已经有七八年了吧？保持学习很重要。顾医生，顾医生，怎么了？像你这么爱干净的人，一天要洗多少次手呀？洗手，不是每天应该随时随地都要做的事情吗？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。顾医生，顾医生，你这花养得真好。多给他们晒晒太阳，浇浇水，还有多给他们听一些古典音乐。还有这样的操作？很多植物都喜欢听音乐的，他们对古典音乐格外偏爱。不愧是顾医生，对待植物也这么用心。万物皆有灵，用心对待。难道不是因为林之校拉大提琴吗？顾医生，顾医生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上次迟到半个小时，这一次迟到10分钟，还不错，有进步。顾医生，你这么严格，难怪一直单身。你不看电视剧的吗？谁说我单身了？